说一下剑的基本的剑法。第一个剑法叫刺剑，第二个剑法叫劈剑，第三个剑法叫平抹，第四个剑法叫撩剑。撩剑的时候沿着身体画力圆。第二段分解动作，下面是倒卷弓要求。这个剑画力圆的同时，剑超过了膝盖的时候，腿往后撤，剑与脚产生对拔。剑花用腰带，虎豹头，先扣左脚，提右脚跟，重心再移到前脚，重心再移到后脚，落步，后脚落步，重心移到后脚，虎豹头要求。正脚的时候前脚是虚的，不要伸得太直，重心在后脚，